就打那个啊，对啊，猎人盟的梦想嘛，没错，我们刚就是打这个承接任务活动，缤纷炫彩不是猎人们的梦想二嘞，第一页第一页，耶。楼顶石吃下去。等我一下。史蒂夫安，张乔治安，你们看右边那只猫，它倒一倒，然后放在那个袋子里面，那边动。他都把他的毛毛都倒进去了，你看中袋，满满的毛毛，你看抓一个撒进去，抓一个撒进去，再一个放后面，再一个放后面，开始嚼啊嚼啊嚼啊嚼，我就慢慢的。轻轻的哦，把那个猪肉突然放下来，突然放下来。不好意思，再等我一下，我在看要塞什么猪。比利猪 ，BB 猪。好了，抽一下，好的，克制武器。好。他进来了，但行不好。而且我要去空房一下。倒的龙骨龙眼。那我要来吃泡芙了。泡芙，小美泡芙，小美意泡芙。哎、欸，干嘛？你吃过？引导龙骨入珊瑚，居然没了。没了哈。没了，我要。啊！接下来的素材都是那个的。引导。不是那个巨魔之地，哇！我的无脸男已经到头栽大概两天整了。HTT 都没有救他的意思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好来，又差你一个喽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讲，我默默的。OK， 插进去不讲。哦、oh, ，插队。睡哦、oh, ，这里是哪里？你是谁？欸、我没吃饭。嗯，水妖鸟在这吗？还是有矿？这是腰带的关系吗？为什么我会拖一个高翘在身上？屁股比较翘。我觉得他那个猫的解体术小的形内容好奇怪、啊，波取次数很少会增加，所以到底是？那个这个中文不太正确、嗯，就缺一个翻译的啦，没人帮忙翻译。翻译过，他跑啦！现在发现 Ibo 是大腿外，你腿喷手剑哦、喔！你敢在我面前玩骗手剑？我，等一下爬出洞窟，洞窟正前方一只女王，害我吓一跳。嗯。
好想要抓、哦，可是我现在趴着抓不起来。我跌倒。爬回去啊！好了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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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的导虫一直在导我的反方向，是蛮会导的。哎、欸，睡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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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白痴。我要睡。两个都睡啦，对啊。我三个都睡。那我撞了、哦，看我一撞二。明明就没有撞到他，硬要哎、欸，睡不好。我要怎么前置攻击？蓄力的时候按三角，按你的三角形。往后的时候马上按三角形，是吧？就是你不是说向后拉的时候吗？然后再加个三角形，是一起按的意思吗？那你先向后摇杆往后嘛，那你不是加个圈吗？对，你先砍一刀，然后向后涂向后蓄力的时候再加三角形，好，不要放开哦，圈不能放开哦，我圈不能放开啊，对。他的介绍是三角形加圈，那就是我放开了吧。然后再就是节奏游戏了。其实练个十分钟就会用了啦。节奏游戏我行的，就是常年的啪打碰玩家。啪打碰。所以你要不要买啊？听枪真的好玩哦、啊， oh, 会啊，还没啦，不能狂按哦，你身上发亮才能按哦。哎、欸，你另外一只跟哪来哦、oh. ，我来我来，哇塞，他脸上，天哪，好臭！哎、欸，你都失败了，发亮的瞬间就按喽。哦，是瞬间哦，不是发亮完哦。对，要瞬间。我以为是等你的意思是说等它亮了。来来来，开始，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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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好乱。它二跟三会比较快一点，一会第一次亮会比较长一点，第二次跟第三次中间的间隔会很快。好，再多试一下就知道。我也想做那一把、欸，因为既然有那个赛的话，我就想做那一把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啊、哦、啊！好、哦，怎么训练？我还好，躲得快。你也不讲一下，你很快、啊。我是想说，你们都看到啊。什、啊、么？他就那么短，长在那边，你们看不到他。我刚好背对他。哦，好了，可以让你试了。我想骑乘去撞那只猫。有啊，我骑乘啦。你们看到我？我在这里。嗨，我在脸旁边，我在当一个耳机。我在干嘛？不懂。哎、欸，不对。哎、欸，我走下来了、欸。
而且那把刀好像是现阶段最好的刀，骗手了。有毒，伤害又不错看。哦，会吗？我来观察。不过，不过。拜拜。尾巴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在这边。苹果石。我恨你。我也恨你。我想说你在那边转圈圈，我在那边摸半天。知情不报。我已经抢了，我抢完才去挖的。看，而且那个断尾的人好像就做 HTT 呢。能断尾的还是有两个人，还是奈斯，反正就是其中一个。不能断尾的有四个人。好啦，来巨魔吧。然后我的燃料已满了，我去耗一下。啊，那个亮光有没有按成功是攻击力的差别？对，差了将近快两倍吧。哦，是的，差不多。嗯，像我讲了啊，你如果全部乱按的话，伤害有500，那、啊、你全部按成功，可能伤害就1100。好猛啊！哎，我要做那一把。刚狂打金火龙，我就是为了做这一把。还不小心刷到一只金火龙小鸡，垃圾，算了。它是火龙衍生吗？雌火龙衍生。哦，雌火龙。金火是雌火龙的啊，所以已经是雌火龙。嗯，我家没有先做、哦、公主细剑啊，上个版本的公主细剑就蛮强的啦，所以我也有做。那个时候最强的毒片手也是吃火的。是哦，我是用那个哎、欸，毒妖鸟的吧？是哦，我觉得吃火的比较强哎、欸，那时候。而且样子也比较好看。我刚随意的想，用那个 Win 十的叫什么插把的录影，那件录影，然后一打开。按 Windows 加 G， 界面变得好不一样哦。秘籍，剩一个哇！是剩一个还是缺一个？剩一个。哦，那还好。好了，可以打巨魔了。等我一下。等下开我的，因为我需要打一只一般的风飘龙跟一只一般的蛮热龙。为什么？我要升猪只升上去要用。哦。一般的蛮热，你叫出来吗？可以啊，皇帝应该能叫吧？蛮二到处都有，不是吗？哦、oh. ，对啊，皇帝能叫啊，所以我叫皇帝就好了。我快好了，等我一下。我的老头狂挥手，然后等他挥完。